是只有我一个人吗？没人吧？别人理我吗？我们的大湾仔在哪里？纪凌哥吗？这个是？你太优雅了你。纪凌哥早。早，卓西哥。早安，早安。早安，我好。春哥，早安。春哥，早安，早安。早安。喂，边边走啊？应该哪边？往外，哪边走？往外吧。我想想，等一下，风向在哪边来的？天华哥 ，Good morning， 早安，卢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去旅行了，我们去哪里？会去上海先。我想去西湖吧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一来没有，杭州已经知道有这个西湖。没有，之前我来一个工作，但是经过没有下去看过那个西湖。下去看了。下去西湖里面没不是不是，就在车上，我没有就没有落地，然后走。可是西湖很出名的。当然了，西湖我最认识的就是西湖牛肉羹。牛肉羹。对啊。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啊？哎，西湖就在附近，不如走去西湖，就西湖走逛逛。果然是老人团啊！西湖为什么那么有名啊？西湖为什么那么有名？白蛇传呢？白蛇传，对对对，一个传说。有传说。西湖龙井呢？哎，西湖龙井，对。嗯，大家都做很多功课啊。千年寿的同船渡，百年同寿的同共枕眠，可以的。好呀，两两一组啊。好吗？好吗？剪刀石头布，也可以。剪刀石头布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张老师，我这你们两个人，我们四个怎么样？咁唔係差到天光噶咯喎！好快啊，包住就剪，剪刀石头。等下，你想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哎，这个。一二三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进来一点，进来一点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单手啊！布。阿布，阿布，阿布，喂喂，唔好弹手啊，识唔识噶，靓仔？边个系咪佢啊？又系 2000 years later， 冇咩就俾咩啊，大佬。阿布，阿布，阿布。好，一二三，出发！很精神啊。几年前来过杭州的时候，可能因为只在那些西湖旁边绕圈，就觉得啊这边很古，不是老旧，而是那个古典很有风味的一个地方。风味？风味？什么风味法？这个就好像一定要穿着古装啊，啊？《白蛇传》对，唱那个粤剧或者是唱那个戏，那个要唱那个戏，才能在这边呢。大湾仔来到西湖边，差一分钟天就黑晒，无需急于赶计成败，光阴好比闪电飞快。
想开心应该去街，冲冲冲冲，不必将音量收细。黄昏的景色，风里摇曳，米色小黑风，两种安慰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是属于你的年代了吧？真的是我十五吧，差不多。我那个年代是看你的年代。不是，就四大天皇的。四大天皇。对对。那也差不多是，我也是跟他们同一个年代的，真的。现代爱情故事嘛。现代爱情故事。那天华哥，你是不是已经来过杭州很多次？我来过了，我来过好几次了。我知道杭州是幸福的城市，那我们都挺幸福的，因为我们之前去长沙也是一个幸福的城市吧，指数很高嘛，地位。那真的要跟那个市民去聊聊，对，那个他们的幸福是从何而来的？这街道很美，可能是他们生活的态度，因为我知道杭州人很喜欢喝茶，喝茶。喝茶也很慢活，这个感觉是吧？对，在那个路上有很多很多小小的茶馆。嗯，我觉得那个幸福的，是根据我们有没有就是很享受那个生活来判断的。我觉得是，如果你开心的话，本来你很容易就满足的，你就会觉得很幸福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觉得开心，那个幸福感就回来。对对，你开心到哪里也是最幸福，是吧？我也想知道有什么东西令那个杭州让他们那么开心。有可能啊，哎呀，我今天在路上碰到那个博豪啊，他在开车啊，哎呀，开心，很开心啊，是。哎，我觉得很幸福。